为着要让幼儿了解庙会民俗文化，秀水玉明惠英里幼儿园特别举办一场幼儿版的妈祖绕境活动。小朋友手中哦，摕着家己制作的庙会道具、更新桥，个人装作济公加宝贝啊，模样真古锥。三位小妈祖，天主教庙埕广场来了一顶小小进香团。小朋友装备齐全，穿着宝贝的服装，向神明禀报。再讲骑着葫芦转脚步，个人更新叫真古锥。神龙蜜来了哈，来拍拍手。到最模样，行在你大马路顶，和爸爸妈妈感觉真趣味。我觉得，因为可能小孩子如果一开始没有接触的话，他们会真的会有点害怕。对，那我觉得多接触的话，会也是会长到很胆量，觉得很棒。就是很用心，然后教导小朋友这样子。幕后妈祖了境，让小朋友了解宗教庆典，熟悉家己家乡的文化。秀水乡长林明佳也专工来参与这场小小进香团的团拜典礼。今天是我们秀水乡裕民非营利这个幼儿园所举办的一个在地文化，一个小朋友一个传承的活动哈。他透过这个活动哈，这个宗教文化的一个传承向下扎根。在我们这个园长以及师生的努力之下，今天刚好我们这个孝伦天池宫，隔两天也是要往这个社团来做进香哈，让这些小朋友来参与这些的活动哈，非常的有意义。幼儿园也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，让囡仔了解宗教文化，也将这项传统继续流传落去。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。